好像是不是降温了？好冷啊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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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不要来搁这暖和暖和？你干嘛？你好油腻啊！干嘛去？上厕所！别跟着我啊，变态！臭流氓，还是挑色呢！你在这等着，我去会会他。有情况立刻报警。去。我变态吗？我觉得我这身大衣还挺帅的。我不要你！真不用我背？嗯，我脚好多了。滚啊！你穿哪儿饿？这声音好熟啊，好像是蒋晨的声音。你在这等一下啊。我去看看。哎，你来了，这山中恶龙，我揍他！山中恶龙是吧？啊！你干嘛呢？山中恶龙，快打！山中恶龙啊！嗯，往死里揍他，打他！山中恶龙、啊，打他！孔沙迪，他还知道我叫孔沙迪呢，打他！孔沙迪，你杀死我！孔沙迪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怎么觉得他声音这么耳熟呢？谁呀、啊？月光之灾啊！今天这个事儿啊，都怪蒋晨。我刚一过来跟我说什么山中恶龙，这赶紧道个歉啊！你要不吃点？你别碰我！我，你是玩不起。我打你一顿，你试试。好啊，好啊啊！我承认，今天这件事情，我们两个都有做错的地方。嗯。好，哭吧。那这个给你。很管用的。丁鑫，他们俩差也就算了，连你也学坏了。我刚刚也受伤了。你受伤跟我受伤能比吗？我是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受伤。那我也没哭啊。